这边是索菲亚机场的这个小商店，这个机场太你妈小了。然后这有一个小银行，还你妈关门了。我现在如果是换汇的话，感觉不太合适。但是不换我又没有现金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我现在去坐地铁，看看这边哪儿能坐地铁。这是机场多小，这就是个小口。这还有个储蓄罐。刚才在那个门口那大哥，就是那个所谓安检的，不是安检，就是过海关那大哥，我操，这个墨迹。然后一通皱眉，干嘛？你来干嘛？我说旅游啊，来几天？我说就在这待一天呢，然后我去另一个城市了，然后在那儿再待一天就回来，然后去布达佩斯。我这想一想，给我盖个章。我说这有什么可想的？这手按手续办事儿，哎呀，都一分钟，其他人我看几秒钟就完事儿了。这外面也没啥东西，关键这个地铁站找不着，说是有地铁站啊，在哪儿呢？关键是在哪儿？